我是点98狙击步枪，对面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毒蝎，我出来了。 还有1200米。
2100米。 1000米。 你现在开枪，对方最多是个擦伤。如果你还不放下武器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肯定不是擦伤那么简单。 800米，我不会等目标接近800米内再开枪。你不想不说再见就走了吧，于浩明。 终于又见面了，我找你也找得好辛苦，投降吧，你完蛋了。首长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太危险了。你根本救不了他们，遗憾的是，第一个倒下去的会是你。 保护首长，快隐蔽！保护首长，保护首长，隐蔽！